进入兰吉亚的会场，我们第一眼所看见的就是顶级的 K 系列。首先是 2000cc 16V 的车款，接下来是 2400cc 与顶级 3000cc 的两款车，它是取代 T 马的新车种。除了车身较为流线之外，整体依旧保留了兰吉亚惯有的风格。 Lancia Z 是一部六人座的休闲商务车，搭载了 2000cc 16V 的高性能引擎，0到100加速只需10秒，极速高达195公里。 Delta HPE 它的上一代曾经与 Toyota 的 Celica 在 Rally 越野赛中杀得难解难分，并称双雄。今年的 Delta 做了全新的改款，这一部三门掀背跑车是采用 2000cc 四缸 16V Turbo 引擎，以流线的造型以及良好的动力吸引年轻一代的车主。